真的很生活很苦了，请教教我吗？没有。意见，那吴钊伟跟我们会共同努力来为彰化的发展，大家共同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彰化卢社置的我为考量跟必要，彰化县民，请问我们不用问，请叫我们彰化县民，请举例，请举例，谢谢谢谢。请叫我们彰化县民，彰化县民真的很生活很苦了，请叫我们，没有，无辜啊，我们很无辜，其实我是平壤人啊。我们从小都离开地方来的，所以今天要出温水煮鸡公汤。